我要叫姥姥了。为什么？您就是我姥姥。到底是什么呀？我到底是奶奶还是姥姥？您自己都，您觉得我，您是我姥姥还是奶奶呀？我是你奶奶。怎么又奶奶了？您是我妈的妈还是我爸的妈呀？爸的孩子。蓝妹儿在这享福呢，弄摇椅呢，摇篮啊，摇一个，你甭管他，你看他蹦不蹦，又是一天，摔不下来，摔不了。奶奶在这干嘛呢？哎，拿着毛笔字写完了。啊，挣什么钱呢？我看，我问你写完了，挣什么钱呀？哎，不，今儿不写了，写了啊，今天写了四行、五行，那个六行，那个没多写一行。下来了。奶奶，中午想吃什么呀？随便，什么都可以。啊，咱海边来了这么长时间，咱吃着海鲜了吗？海鲜比较少，也吃了。什么叫比较少啊？那天没吃螃蟹，没吃虾，没吃那个。吃虾了，吃螃蟹了啊！吃螃蟹了。还想吃什么呀？我也没什么可想的啊。什么我不知道。海参您吃了吗？没有。你看，今儿一会儿给您买去啊。得了，行了，你们那挺忙的。哪天到什么时候再说吧。啊、到时候给你买点海参，您弄海参小米粥吃。对，给您滋补滋补。没事，我这是不缺营养。他说谢谢你们啊，我马上给您买去啊。他谢谢。来了，买海参来了。看看这海参，嗯，这八个头的。对，咱们经常买的是八个头的。对，咱家一般买海参都在他家买吧？对，这是给咱邮过去的。正好奶奶不是说要吃海参吗？啊，赶紧给他挑挑，看看你觉得哪个合适。他就是360的，咱家不是一直就吃360的吗？360的啊，这方便。这是最大口的，最好的，是吧？最小的啊，听人家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对吧？对，行，嗯。那拿两袋，嗯啊，我是大，老嗯，好，那这都现化的还行，嗯，哎，尝尝这口感，尝尝这肉质，你这还有计时的呢，这就是计时的，这就计时，计时的吧，这成本了，切少一点，这太贵重了，尝一点就行了，拿，好，谢谢，我看看啊，嗯，这口感真好，鲍鱼。呵，什么都有啊！对，挺丰富的，它这啊，佛跳墙，嗯，佛跳墙等于那个料都弄好了的，对，加热就可以吃。哦，哎呦，真厉害！嗯，看着就想吃，真棒！呵，这是各类干货啊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虾片儿，对，上咱买那虾片儿，对，这特好吃啊！虾片儿我们那个发小还要呢，嗯，整，再整点吧，啊，你尝尝，哎，好，这个没有任何添加剂，是吧？对，都放到冰柜里海参卷。买完这海参了，遇见朋友，咱一块儿外边吃顿饭饭去。那必须的，海边啊，海边，还有几个朋友一块儿。好，那嗯，看你大孩子。港暖码头啊，我们到了，准备吃饭。风声。风声了啊！已经来到码头了啊。龙虾脑蒸蛋。龙虾脑蒸蛋，对，好了，行了，姑娘，谢谢，给这大的整点，好吧，加双胞胎，美，看着大海，嗯，吃着大排档，吃着海鲜，嗯，喝点海马酒，什么？来吧，一水再酒吧，来那个，哎，来吧，谢谢，谢谢，好。
还认识我吗？认识叔叔，打个招呼。哎，真刺激！哎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说的可快，谢谢啊。感谢感谢啊！说酒怎么样？嗯，好喝。师傅您回来了，奶奶。啊，我给您买这海参，您爱吃的这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呀？鱼好像。鱼。别吓唬他，这叫海参，有个亮的海参。他昨天看的什么东西？啊、什么鱼啊？海参。啊，海参，这太贵了，这个海参、哎。不贵了，还有虾片什么的。啊。到时候给您包一个吃啊。哎呀，我现在不吃啊。没事没事。现在我吃它干嘛？挺凉的。您吃好了。哎呦。您得多活啊。这不见得还活呀。哎、现在我不吃。还冰着呢，一会儿泡开了咱吃啊。太热，妈，到时候没事，您给奶奶二海参三盒。行啊，行不行？那肯定的。我以后不管您叫奶奶了。啊？我以后不管您叫奶奶了。叫什么？我要叫姥姥了。为什么？您就是我姥姥。到底是什么呀？我到底是奶奶还是姥姥？您自己都，您觉得我，您是我姥姥还是奶奶呀？我是您奶奶。怎么又奶奶了？您是我妈的妈还是我爸的妈呀？爸的孩子，这不都一样吗？